对上嗰两条片咧就讲食，系时候又要讲下玩啦。屋企人咧就唔系个个行到山或者踩到单车，咁仲有咩地方好去玩啊？咁我哋一家人每年嘅一个聚会咧，都会喺一个朋友嘅鱼排上边玩。我嘅乐趣就系将食同玩用拍摄记录每一段路、每一刻、每一个景色，成为我将来的回忆或者是现在你有用的资讯。喜欢我的片，欢迎订阅私生活，连同订阅旁边的钟仔一起按，就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。今日又是一年一度的西贡榕树澳鱼排家庭聚会。讲到榕树澳鱼排呢，就早在2002年已经开始有的了，之后就越来越受欢迎，很多人都选择和朋友聚会、家人欢聚的好地方。不过榕树澳的交通就似乎不是太方便，不过我们就觉得不是太不方便，只要一程由西贡码头的的士坐到这里，四五个人都大概是40多元就已经会到了。到了榕树澳鱼排下了车之后，就走一条几十级的石级，就落到去海边，就有快艇接我们。哈哈，发现我在后面拍紧片，让我先行。如果讲西贡的鱼排，榕树澳就超过100家，还有澳西湾的游闲垂钓乐园。元朗方面呢，就流浮山都有很多鱼排，还有大埔的三门仔啦，和平洲的大利岛，这些地方呢都属于比较热门的选择。落了几十级楼梯之后呢，就到海边了。哇，这么多人坐一架好快艇啊！我使得分批啊？你要走佬啊？鱼排咧就会安排咗接驳嘅船只去接送客人上落鱼排。咦，嗰边又大冰桶。系啦，如果唔系好靓嘅，系一个坏晒。这个方向呢亦都是鱼排对住的方向，下一次来呢就会变成一栋栋的高楼大厦了。这水好清。怕不怕狗的？不怕。OK。好喜欢添，你看看。是啊是啊。喂 ,Hello! 你认识吗？Hello! 识得他吗？我哋認識佢嗰陣時，佢好細咋，係啊，好多年都認得㗎，係啊，你睇下佢，哇，幾開心啊！唔好喐住，你哋唔好喐，佢係幾開心，你睇佢幾開心，哎呀，走啊！阿狗狗咧喺呢度过埋啲好食好住、风凉水冷嘅生活，有乜法子唔变肥猪啊？你又睇下我哋今日嘅生活啦，睇我哋食几多餐啦，睇我哋如果长期喺呢度会唔会变肥猪啊？一坐落冇耐咧，开始咧就一大盒卤水同埋分题，加埋朋友一早就煲定一大煲白粥。我哋到嘅时候咧就已经好清凉，食起嚟好舒服，送只咸蛋，好有原始嘅风味啊！食到我都唔记得拍过一大煲粥添。平时上得山多就终于苦啊，唔系啊，终于要落下海啦。户外活动唔系上山就系下海，听嚟好似一定系动态。嚟鱼排玩咧就中意动态又得，
静态都得，中意晒又得，唔晒又得。众人们呢就去游水啦，但我哋觉得游完水要梳洗嗰轮呢，就觉得好鬼麻烦啊。除非潜水啦，就觉得潜完水梳洗一轮呢就比较值得啲。不过讲起潜水呢，三年前九月一号啊，考完个潜水牌之后冇几耐就开始疫情，一路都冇潜到，而家已经唔识潜咯，俾翻晒教练咯。匿喺鱼排上边过我哋静态嘅户外活动，就系、是、哈哈瞓觉。其实平时拍片嘅生活都系几繁忙噶，你哋净系睇片咧，就感觉到我行山食饭好逍遥。行山食饭其实一日就搞掂，剪片咧就剪上四日。所以今日就唔喐啦，放慢生活步伐，留喺鱼排上边歇足一个下昼。我哋就喺呢一架快艇嘅旁边嗰块板嗰度瞓咗一个下昼，瞓到佢哋游完水翻嚟，我哋就起身啦。瞓醒之后又听见人哋喺度讲食咯，哇！你话唔变肥猪几难咯？佢哋游完水翻嚟肚饿啦，香辣虾炒圣子。嚟到呢个时候就夕阳斜照，比较残眼，拉低咗个帐篷，一路食一路饮一路闲聊。咁我哋呢个系朋友嘅私人鱼排，佢喜欢点样招呼我哋都得。咁我想讲下一般嘅鱼排嘅活动咧，系有啲乜嘢？一般就有钓鱼、BBQ、唱 K、打麻雀、水上活动。啊，想讲翻而家镜头影紧嘅咧，就系一支韩国嘅活鱼酸酒，咁我觉得都几好饮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下。讲翻头先讲紧鱼排上嘅活动，讲翻水上活动咧，就有各式各样，有高班刺激啲嘅，有一般啲嘅。每个鱼排做法都不同，规则都有不同。就讲钓鱼，有些只是可以钓，钓了就不可以带走；有些钓到乜都可以煮埋俾你吃，有些钓到乜嘢咧就要计咗钱先再煮俾你吃。加上在疫情期间咧，安排上可能跟以前咧系完全不同。咁喺订位的时候咧就要查询清楚啦。啊，系啊，近年咧有些鱼排咧甚至安排去一啲沙洲度睇海星。咁所有关于鱼排嘅资料咧，就可以喺网上面查。咁迟少少秋凉啲啦，咁我会再去一啲鱼排。咁啊，几多钱好唔好玩？我会同大家再分享。咁喺之前有条南丫岛嘅片咧，我去个文化村个鱼排钓鱼咧，我摆翻喺右上角或者系片尾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，可以 click 开嚟睇睇。另外，鱼排仲有啲咩活动呢？现在播的是一些疫情前可以多人聚会的照片，家人都已经差不多没回来香港三年了。我藉着剪这条片呢，就回顾下之前的聚会，同时呢也可以给大家顺便看看玩鱼排还可以有些什么活动。鱼排除了提供船只来往沙滩或者送餐服务之外呢，甚至呢会安排参观一些渔民村、啊、或者一些古迹、啊，用树澳鱼排比较一众的鱼排之中提供的都算最多方面最贴心的服务。至于不同的水上活动，通常都是逐样收费的了，又或者包些什么项目呢？那就在之前就自己问清楚。真是一个地方多种娱乐，有些鱼排负责人还懂得 marketing 和包装，就规划了休闲垂钓区、儿童网鱼乐园等等等等几个区域，同时可以满足不同人的兴趣。仲恐怖嘅原地。好，又睇完旧事翻翻嚟啦。鱼排欣赏日落咧，本应就真系好浪漫噶。你睇个样，不过今年远处咧就多咗几只怪兽手臂，有啲煞风景。
出年嚟咧仲多咗炸楼添，咁今年要影就好影啦。喺呢一个咁迷人嘅黄昏底下，又开餐啦。你唔好睇鱼排嘅环境，睇嚟好似好简陋。体验一下鱼排的粗犷风味，好大自然感，食冇乜特别调味，煮起就食，又真系好有 feel 噶。水啊，我白酒添。今日咧，其实系好少有嘅懒洋洋嘅一日，远离高楼大厦，吹住海风嚟到去食海鲜。我不听话了。大哥，你这样不行，你立回我转头。你叉烧不行。到了晚上，鱼排的倒影灯光就令到海面更加有气氛。中秋节有些鱼排就会布置到很有节日气氛，在鱼排上赏月就更加正。不过我哋今晚咧就喺鱼排上面庆祝生日。